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。今天我两倍人马要来这边用游戏的方式来讲抢地盘，搞不清楚哈，我才是游戏的鼻祖，谁敢到这来撒野？哈，放马过来看看到底是谁。哦，凭我们四个人在游戏界的名气，没想到今天还有人竟然想要来挑战我们。谁呀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想到我们的战力吓死人，每个人都有称号，我就是过关机器，我游戏王，我是游戏界的冰雪聪明 Game Queen。 哦，那我就是人间生猴王，对不对？我们因为战力太强了，需要有一个人来拉弱我们的战力，走入民间。对，要不然四个都强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对啊，真的，敢来挑战我们的找死！所以我就觉得今天非常的匪夷所思，谁有这个胆量敢来挑战我们？没关系，我们到旁边 stand by 等。好，我们就看看。哇！为什么我们是中年特工队啊？我们年纪应该比对面稍微年轻很多。这我要问，你看这位，你看出来，鱼尾纹、法令纹什么，通通都有。干什么？要讲智力？你们比得过店长吗？哎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我们有一个这么老的拉低我们的那个平均年龄，但是哦是拉高。你看对面那几个，怎么看加起来还是比我们老吧？什么？他们该退出了。小孩都比我们大了吧？什么？这么早就生？不要这样讲，我没小孩。而且有听过老当益壮吗？你看看我们祖师爷，看到没有？爷爷好。有没有？叫爷爷爷爷。清水祖师爷。阿寿，阿寿好。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清水祖师爷。拜一下，祖师爷好，祖师爷好。这边耍嘴皮耍得厉害。这边是靠大声的声音，一出来鬼吼鬼叫，鬼吼。气势不能输啊！你们根本就是靠声带在换气，年轻啊！好，不要耍这样。鹿死真手，待会呢，哈 PK 才知道。今天竟然有人要来明星便利店挑战我们主持人游戏王的宝座，究竟这一场龙争虎斗会鹿死谁手呢？好了，这个当然要有诱因嘛，啊、欸，看到大家才会卖力啊。是，哎，今天看到跟大家介绍，这是20岁的六速城市休闲。钢制的折叠车，哦，六速啊，六速，而且它折起来真的好小。一般折叠车要做到变速，算是蛮不容易的，啊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外出很方便嘛，一拎就可以走啊。你看看，这随便拎一下就拎起来了，哇，好轻哦。当然，这是男孩子的，啊，但我先把它组合起来，是它很方便组合。然后待会女孩子骑一下，哦，因为男孩子骑就丑嘛，女孩子骑就优美，漂亮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啊，怎么这么说呢？哪个要煮不好，你会生气吗？别，先把它打开，啊，我们先把龙头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好，龙头。平常身兼这么多，哎，这个店长，一日店长。哇，这个店长很不错哎，很尽责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龙头的部分，已经好了，没问题。再，好，把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啊，漂亮，锁下去。好厉害，没想到你连脚踏车都会组哎。我看都没看过，我就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还有，要说组脚踏车，你现在就要组阳春面，他也可以组。他是组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快，哎。哦。再来看看，调高度，没有。哦，先找到那个高度啊！啊，你没有扣住，不是，我先调高度，先调高度，好，人非常好，调好了，好厉害，来个事情，事情，哇，好看，哇，哇，哇，谁可以骑？谁可以骑？他的车上摇摇，太高！哇塞，摇摇裙子这么窄可以哦！我平常都在骑脚踏车的，可以。你裙子可以哦，可以，没关系。哇塞！哎，我真的，你穿短裙，穿窄裙。我上次看到一个华航的空姐，你确定她在骑脚踏车？真假的？我说这么窄。穿窄裙骑脚踏车，穿华航的厉害厉害。哎，其实穿窄裙骑有一种感觉哦，来来来来，来来，他骑到哪里？去哪？这里，哎呦，
哎，这很好骑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而且是不是真的很轻？我来提看。哎，它真的还蛮方便的。哦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是。哇！你那是很轻，对不对？很轻啊，很轻啊，跟羽毛一样轻。哎，它这个跟羽毛一样。哦。哪个有在做重训？跟你举，跟你举，有啦有啦，算轻了啦，算轻了。你是什么？小梁哥，我们要让远一点，危险危险。哎，我要投啦，一波投。哦哦哦哦哦！啊，不能举太好，这样奶哥难看。哎呀，哎呦，小心啊！这我们奖品。举不起来。对呀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脚踏车最棒的优点是什么？因为我很多人喜欢户外活动，但是你如果为了要载一台脚踏车出门，你后面还要得车子要装一个装架架，装架，这个就完全放在后行李箱或后座就搞定。对，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比什么呢？大家都想得到这么轻便的脚踏，而且一人一台哎。哎呦，那家伙真的很贵，一人一台。哎，有没有有一首要日不落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现在玩一个气球不落。气球，气球不落。好俏皮，好。好吧，来，好来，啊，就位哈。球不落国啊，这个这个运动是真的有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啊。这个五颗球，对，撑在空中一直拍，哪个要掉就给它拍起来。啊，世界吉尼斯纪录呢是九分。九点秒啊，九秒，对，九点四秒，不到九分了哈，不可能，九分太五颗球了。我刚才讲了九分，你有看到我汗那样滴下来？因为我想到说九秒会不会错了？哪有那么烂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因为一般来想说气球它会飘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但重点是因为它是五颗。对，如果是两颗可以后耗很久，但五颗很容易就一颗落地。两颗啊，睡觉起来还在拍啊。来，你们待会一起抛，抛越高机会越好。自己抛，自抛自打。自丢自抓好。小杨哥连自己拿都拿不了。来，再让一让你。让。来，要准备啊！我说我要计时啊，准备啊，计时。这很难。开始。三秒，他有没有一秒？他有没有一秒？没有吧。三秒，他上去到下来，刚那个最就是掉下来那个球到地刚好三秒。哎，上去，他这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记录了。因为为什么？上去就一秒了，掉下来然后就结束了。不是，他一丢上去，他散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有人丢？所以说先攻就是不好。对不对，奶哥？不是，你那个球你要丢到一口气，要丢到比较聚集的地方啊。不是，因为你一个手拿三个，一个手拿两个，没事。我们请游戏王来来，游戏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请游戏王示范给你看。好。为什么他叫游戏王？因为他有技巧。我猜最多五秒了。游戏王，计时开始。你看，不要丢太远。好的。掉了，四秒，哇，四秒，四秒，超难的，我还高估你了呢。那太想知道，四秒，你三秒还有资格讲话？没有，我只是聊聊天而已。你为何三秒还可以攻击我们？好来，你们这边重点是太多颗，哇，太多颗，去分析了一下，太多颗真的很难。来，你要往里，你不能往外哦。不能往外，那你这一颗怎么办？你怎么丢出去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我用这么厉害，用身体去顶，来，他用身体顶他，哦哟，有了，他有的顶，想不到你的胸部还有这个功能，有，来，准备啊，计时开始，有，两秒，烂套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。你说不要太高，来喽！我跟你讲，你就尽量让它在你的胸前，然后这样上去。你看，趴完了之后，一二三四五，我打一下，我再看你几秒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准备。秒数可以撑很久哦。计时，开始。对，蹦，对，漂亮。你这样有，这样两秒，两秒，那颗抛歪了。两秒，因为我们那尾数都不算了。策略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太这个策略不行，不行吗？因为你反而丢高，当然要丢高啊。其实绝佳状况是你要维持在你眼前，然后这个高度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也不多我一
秒而已，四个秒而已，那么久，我们很大气，跟你们分享技巧。对啊，四秒，对不对？你们先有人超过四秒再说吧，四秒而已，抓不住哎，用好的，用好的，用好的。那你要用哪里？这一招吗？他也有胸部，他也有胸部，这一招吗？对，啊，试试看。哎呀，准备哦，计时，往里开始。垂直落下，你那是垂直落下，这么一秒，你们想说一秒很烂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派出一个低于一秒的，零点五秒，就该来了，帮忙剪一下。我超过一秒我就赢了，我告诉你，超过一秒就赢了，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我啊，我超过一秒。好，你加油。哎哎哎，他的强项是嘴巴。对，好了，准备，来。计时开始。啊！哦，拍呀拍呀拍！一秒啊！一秒！一秒！好狠哦！这一颗一上去就直接下来了。其实难。7-6，好。难在抛了。来，各位退一步。现在最厉害是四秒。来，子瑜过来。我们是逼得去秒数。这个头要一定要抓到会比较好弄。还抛得高吧？抓得到，哪里抓不到？应该待会快就好了。好，来准备。抛高，抛高。哎，直接会是，你直接降丢。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对啊，就是用高。哎，有了有了。这个位置好，位置好。位置好，有哎。四秒。位置好，四秒。位置平手哎。你的第一个抛位置好，抛的对，抛的很好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现在我们要看游戏王喽。对，好，来来来，只要凑多一点我们就赢。现在是10-几哈，最后是走10-7，我们十号耶耶。好，你要是三秒以下你就输了哈。对，好，人母只要抛高，来准备哦，抛高，计时，不要抛太散，用力，开始，用力，啊，你别抛散，哎，蹲下，蹲下，还没掉了，落了，现在才落，那你四秒，没有了。刚刚也落了，其实刚这边要落，对，刚刚这边有落下，刚刚这边落，再做三秒，刚这边是要落，那刚刚我有拍到哎，没有，还有，对，有一颗是落地，对，有一颗是他踢到，已经落地了，我把它踢出去，夫妻联手作弊啊，没有，他们诚实，我很诚实，那就三秒，刚刚三秒，10-10，哦，一人一台，势均力敌耶，各派一个，各派一个，加油。哎，加油加油！丢高就有机会，对，慢慢丢，不要太闪，不要太闪。来啊，哎，这一次我们把后面的尾数算进去哦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有输赢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了，准备哦，计时开始。哦，他丢得很好，不错，哇，真的好，哇。你们刚才觉得没有十秒吗？一定有啊！有，那他不就破？那就破纪录10-23呢？好夸张哦！那你这一罐可以拿去放纪录。他刚才五颗丢的真好，真漂亮。哎，在上面空中光那五颗上去，差不多持续一秒，就停滞很久。哎呦，而且破纪录的竟然是曾子瑜，我找到我的专长了。对对对，哇！真的加油，真的加油，难一点，难一点。为了避免难看，恭喜他们这边获胜。真的，赶紧再散会嘛！算了啦，讲大车嘛，算了啦，露出来不好看。对，他丢的真好。对对，所以就可以拍来喽，所以其实他想甩出去，他用这样丢。威灵哈，哎，最强兵短保卫战哦，计时开始。啊。这边这个，回去，哎呀，这里掉了，这里掉，这边先掉，哎呀，4.45，也是，耶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对，14，哎呦，20.3秒，23秒，哎呦，14.45，哎呦，哇，这输了幸福，恭喜啦，颁奖。想到最佳兵团之争第一战，曾子瑜让主持人队刮目相看。
接下来的第二战，主持人队有不能输的压力，他们能不能保住最佳兵团的称号呢？好，马上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是自动幻影。幻影 Magic 幻影杀手、感应式的垃圾桶。Okay. 一般大家知道所谓的感应式垃圾桶，你知道人走过去或者用任何风吹草动，它就走过去，哎呦，就跨着柜子。我们便利店的门也会这样啊，对的，哎、有人经过它就开了、所以呢，今天跟他介绍的不一样哦。哎，好，可以讲说市面上完全最新的，就是说你人走过去怎么样？你看它这样都不会开，有没有？对，都。哎呦，他会不会真的不会开啊？哎呦，他坏掉了吧？哎呦，他会不会真的不会开？厉害的是，因为我遥控器没有拿出来，还要带遥控器。当然没有，就是他要知道你真的要丢垃圾。哦，当你两只手拿着垃圾的时候，你只要靠近他的时候，哎。丢进去，而且他不会马上关哦，怕夹到手，有没有？哎，人性。他会倒数五四三二，赶。真的有控制呢，跟变魔术一样。他好听你的话哦，时间抓好准哦。奶哥就可以借给小东哥变魔术。欺善怕恶，这有点半声控，而且把声音录进去。哎，我是奶哥，好，我是奶。哦，没有这个。什么都是。不要骗人啊！他就是感应你真正要丢垃圾，他才会。他这边有一个灯。告诉你要关掉哦，对不对？这个盖板很好，最棒，我觉得是在它的材质。对，很有质感。Stainless， 这个死贵，死钉力士，死钉力士，哇，不锈钢啊，不锈钢的。对，还有妈妈不用弯腰了，我蛮讨厌倒垃圾的时候要弯腰的，你等于直接。这东西想不想要？想要。那到底我们接下来要叫都是什么游戏大王嘛？对，是不是？游戏你是过关机器，过关机器，对对对。啊，来，我们来看公主抱一下，公主抱一下。哦，你们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我这个托盘为什么摆这四样东西？对啊，其实这四样东西是四个女生的幸运。那为什么他们这个？我们待会再来。为什么他们的幸运物啊？不知道。但待会你们抽完之后，我们再让他们一个来讲。好不好？我第一个一定是把玉佩跟发片那个剔除掉嘛，因为这些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会用。对，玉佩是哪个年代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头发不足，你才要发片嘛。对啊，这他或许有一些他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，搞不好他拍一个戏的时候，这个戏大红，他里面有这个发片是当时拍戏。哦，他的戏。你不要乱帮他解释。哎，真的好有道理。金乃哥一讲完之后，我要选发片了。香膏，香膏，你选香膏，好像是年轻人会用的。香膏哪会年轻啊？是那个那个那个开始。我跟你讲，香膏就是他身上已经没有那女人散发出来的香气，所以要擦香膏。有老人味，他要把它遮住。五 B 啊，五 B 五 B， 这个啊，香膏。香膏，香膏，香膏，用香膏啦，香膏啦，越轻越好，越轻越好。那我这个好了啦，对，这么了，对不对？我还爱桃花啊！哎，我又不中，你选我哦。他写桃花吗？对啊，这是招桃花啦。我结婚了，我不需要桃花。所以应该不是他们的，就你们的嘛。对啊，待会再来认赌哈，看你们认到谁。好，还是两个了，那就我们只剩这两个人了。这个玉佩哦。在玉佩很太老土，不是我们这边这四个人，我根本这几样都没有办法做连结。我们有故事的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我老婆的东西。哎呦，因为我看发色，发色，你看，可是我也没看过我老婆用发片，她不见得是这个时期的。你看我老婆用尿片是？别的东西。哎，这玉佩更难连结了吧？对呀，你没得选了，她选完就选这个了。我就只能这个了。我不要玉佩，我不要玉佩。好，那我来了。现在我们的一一的来认，这是谁的？香膏，站出来。我觉得艾雅的。三。哎呀。艾雅，为什么？艾雅好像真棒。为什么？我的朋友在卖这个香膏，然后他是自己做的。那他有做那个开运招财，还有做恋爱守护，跟一个是那个好人缘。结果因为恋爱的很难买，他就叫我买，可是我就说我没有，暂时没这个需求。然后我的朋友一用了三天后就谈恋爱了。哎呦，有这种事？那。你选的是谁？来认一下。我有点后悔。认一下。嗯哼。我刚闻了味道，好像是有一点比较。啊？怎么样？哦，重口味。有老人味。成熟的味道。成熟味。成熟智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谁？真的何宇文。何宇文姐很轻啊。你没事招什么桃花啦？对啊，老公的人嘞。不是，因为它里面还有水晶，我刚才这个概念是一样，它里面有水晶，就是粉水晶。那因为我们在演艺圈，不只是要恋爱，也是要好人缘。那你有没有发现用完之后人缘好像没有什么？没有，但是我还没有喷。你看，奶哥现在骂我对不对？我喷完，你看。我骂你更凶，我跟你讲。我骂你更凶。哦，我那味道好老哦。是不是有一种好重啊？我真的。檀香还是什么婆婆的味道？哎，要跟着上。来，我们这边了。我的这个，那刚好就这样交叉了。打片是我。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我这是因为你们两个这一辈子都脱不掉，真的。我愿意。没有，我前一阵子有跟一个女的三生三世转世了三次，都没有办法脱离。因为我喷了很多爱恋桃花在她身上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要跟她当七世夫妻吗？要，要，要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一定是最后一世的。第七世，所以可以换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瑶瑶了嘛。对，那个是我的。五玉。可是你为什么用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那个是我之前有一次出外景，然后他是去花莲，然后他那花莲不知道是哪一条溪，里面好像有彩玉佩，就是玉佩石头很像，然后就被捡了捡。但是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都给人家捡光了，然后我捡捡捡，发现这好像是玉，就他们说我真的捡到，然后就拿，我就自己，哦，就拿去工厂打磨。捡到的，就是人家捡剩的。石头是石头，它原本是一颗石头的样子。活的、啊、哦，然后我就拿去出来的，然后他就哦，他就一直跟着我。如果是一开始就不能乱捡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是原本像石头的样子。好吧，第一组刚赢，你们赢了，你们先来。好，我们是第一组，你第一个选的嘛。好，好吧，好，各位让开了哈。好，来哦。哇，怎么办？你要怎么？公子抱一下。这边这边，你用左手哪边比较有力？头在这边。好，那他们每一队呢，当然要把加总他们的这个分跟秒都要加。好，分秒都加。越快越好，是不是？越当越快越好，越要爆不了。你想要明天好不好？真待多久啊？对啊，弄太久可能会被告哦。弄太久他们脱皮。好的。怎么也要让我挑一下人吧？是是是。好歹也曾子瑜啊。曾子瑜算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他是何宇文的。先报定，我再开始来先报定。好，要先报定。先报定。先报定哦。小梁哥开心的嘞，丢一点，往上丢一点，来喽，丢一点，丢一点，他应该是最气，准备喽，应该是最气，好来准备，他个子又小，计时开始，好难哦这个，你为什么在抖？他快要出镜了，小梁哥很抖哎，好假好假，十秒了，加油加油，你裤子太长了，他的裤子太长。很快，很快呀，很快了，你还不舍得放下？你没有喊停，什么长的？哎，你袜子都在天，到就到了。小梁哥，你为什么刚才把那裤管先别起来？对啊，那裤管还开叉。不是，因为我他故意想抱久一点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刚刚想说第一招就是说我从前面。把他那个前面踩住，不要紧，换成我也想让他多久一点。十七秒，下一组。好，还是我们交叉交叉，你们来。来，谁？瑶瑶啊，瑶瑶。哇，瑶瑶配谁？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弄他，怎么吹气不行的，吹气，吹气不行不行，一直摇。瑶瑶，瑶瑶，你们拖鞋倒是真的，好，拖鞋，吹气，吹鞋啦。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鞋子再多一公斤了，不会不会，好了没关系，我没关系，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，你会保护。那我要这样还是这样？你喜欢哪样？这样这样，还是正面？来哦，你喜欢哪样？这么好啊！好，这个结婚还问你老公哪一边啊？我尊重嘛，左撇子右撇子。好了，来，准备，哎，好稳哦。好了，公主抱一下，计时开始。哎，很稳哎，看到没有？很稳哎，哎，超稳的，我要弄他。不行啊，不可以动啦，不要动。好漂亮。对啊。哎，七秒六二。耶。对啊，很简单。哦。他这后面。刚才小梁是一直找不到袜口。哎，他很强哎。为什么你所以直接从后面？不是，他好稳哦。我一开始我是想说要从这边扯，结果错了。你要从。后面把这个扯掉，真的不是？但你后面你那个裤管根本伸不进去嘛？对啊，刚刚是七秒二六哈，看能不能破纪录。来，曾子瑜，曾子瑜，够够够！那我也脱鞋了。曾子瑜，你应该可以超过，可以吗？可以超过七秒，真的不要，因为他更轻啊。我根本都不知道技巧。
你们都不要担心，因为最沉重的负担在我老公身上。可以不要先聊天吗？你不要让我，你不要让我教你们大赛啊！快来，让我先过，你不要这样吗？计时开始。宇文，我吹了，不行吹啊！我吹，不行吹，来了，来，哦，来来来，我有吹吗？我吹他影响他哎，五秒，还好是你。哎，子瑜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啊？你怎么知道那么强啊？过关机器耶！我开窍了，来，来，那压力很大哎，哇，五秒而已，真的，你们好长，没有到，我们是加总嘛，王仁加总，要几秒？王仁不要加总，加总，他们现在是总共是22.77秒，然后孙协志是七，他是七，他如果是15秒以上的话，您就输了，对啊，他不会，不会。好不好？好，我还好，希望小梁哥选到我的。好，酷玩家加起来，头奖来准备哦。总和计时很有机会，开始。漂亮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秒杀，帅帅帅，秒杀，结束，秒杀，过关机器。你们想当七师夫妻吗？我们是以获胜为主啊！我们可以回答。他们22.77秒，你为什么都起码弄个十秒？对嘛？是我老婆啊，做别人我就会久一点。来颁奖，颁奖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你太拉了，感应师，感应师，感应师！目前是1-1，现在又到了 PK 了哈，美食2-1。哇，各位，你认识这个东西吗？火鸡啊，火鸡啊，好，好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火鸡的制作过程呢，必须要腌制3天以上，哇，还要用天然的这个苹果。这苹果汁啊，柳橙汁啊，还有月桂叶，还有饭店他们这个养蜂场的，哎呦，这个蜂蜜，还有黑熊，黑熊最喜欢吃的蜂蜜，哎呦，这个呢还用黑胡椒等等的海盐啊这些，然后你看要制作一只火鸡有多难，真的非常费工，这个在涂上它烤焦了之后有点焦焦的那种感觉，好想吃，可以吃，好棒，来欢迎我们这个台北知名的饭店的啊，这个我们师傅来欢迎他，欢迎。好，师傅贵姓啊？姓黄。黄师傅，黄师傅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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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师傅啊，来来来，好，黄师傅啊，嗯，啊，黄师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一般在家里吃鸡，应该也是有正确的切法的，是的，切错了那个肉就柴了，就柴，所以要逆纹切，逆纹，逆纹，就是在这个我们有那个养蜂场的这个蜂巢，对，这个看了好厉害哦，我会先在这个蜂巢，哇，这样涂上去。我这样涂上去，他做马莎西亚 ，Oh my god， 哇塞，直接拿蜂巢来当那个精油，有这样子淋的，这也太惊人了。蜂巢是不是可以拿来按摩身体？好惊人哦，小块就很贵，好像帮大家在。哇，好了之后呢？哎，就要炙烧一下。还有焦糖，焦糖，焦糖，是焦糖，哇，这就是焦糖的概念啊。啊，外面就会脆化，对不对？是。太漂亮，而且会有焦香，那个糖的焦香。因为我们这个有波本酒，加拿大的波本酒。哦，哇哦，还有好时髦。波本酒再给它淋下去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。冒烟，冒烟，冒烟，好。哇，你看到那个香气，再烧，再烧，再炙烧，再把那个酒香味出来了，再把波本酒的那个酒精挥发掉。师傅，你们制作这个光是腌的就非常费工，对，要腌3天，要腌3天。那烤要烤多久嘞？烤3.5小时，145度，用145度，对对，慢个慢火烤，慢火烤。所以师傅他肚子里面你塞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苹果嘛，那就是那叫水果，对，水果，对，水果。太厉害了，而且前面的配料，现在要开始，好香，好香。为各位切火鸡肉，这是火鸡，真的好大。而且切火鸡，师傅，这不算大，这个火鸡啊，以美国来讲不算大。这个6公斤，6到8公斤，6公斤。但这是几人份啊？一般家庭六，我们这是6到8人，6到8人。哎呦，苹果，苹果拿出来啦！你们这有开放订购吗？有，有开放订购。11月20号以前，哦有，提前订购的话会送红酒一支。订订订订订。
马上定，是的，定。奶哥刚刚自己在说可不可以定的时候，他就在舔嘴唇。因为我已经想到了，师傅介绍成这样，还到外面吃，而且你喜欢吃鸡胸是正确的，整只鸡最营养的肉就是鸡胸，而且是白肉啊，对啊，而且白肉很健康。哇，而且是这个师傅一切开之后，里面的那个蔬菜跟水果的香气好浓烈啊！哎，你看根本没有，想吃啊。可以试吃，真的像鸡胸肉。给大家看这鸡，它根本没有柴哎，你看，哦，整个都柴不柴，我吃了就知道。奶哥最爱，好想吃，好想吃。来了，店长，看在我们年纪啊，大概没有差太远，是，你就看我吃一下。什么，奶哥？我也要给我们吃。奶哥，我很久没看到你了，我可以吃好吗？怎么样？哦。奶哥越来越年轻，奶哥你好帅。节目上不方便，私底下奶哥，私底下给你。哎，店长，哎，店长，师傅有话要说。这是海盐哦，这边还有很多的配料。哦，师傅那些配料我们要怎么吃啊？我们没有配过，是随意自己配。自己搭配啊，先吃酸的。我先吃从酸的开始，开胃开胃。因为我们有蓝莓，蓝莓有蓝莓的酱汁。然后呢，师傅，然后这个是，那这个是包子橄榄，那这个，这是火鸡的酱汁，哇，然后这是肉桂去蜜的这个栗子，哇，好吃，然后再对，甜的甜菜，然后这个是用那个希拉，澳洲希拉红酒下去腌的高丽菜，对，它慢慢炖，也是要炖好几个小时，太棒了，好想吃，想不想吃？想，要不要？要，好。那就要来口水流满地，美食的二选一，美食的二选一，哎呦，王师傅了，在那边好，一刀一刀的慢慢在切火炬大餐了，一定要可以吃到哪一队再看，好，这一关这一关三战两胜哦，嗯，好，很拼哦，第一阶段好，我们先为大家看的是什么？嗯哼，我是看。看沙拉什么？看沙拉干什么？对呀，不要凶嘛。这叫红酒醋哦，最高档的这边呢，价值将近5000块，4980。贵的红酒，这是来自意大利那摩典娜25年的酿造而成。25年，啊，完全不含任何的焦糖，还有任何的食品的添加物。啊，它口感很柔顺，香气非常的纯。这边派代表。嗯哼。红酒醋我来了，你比较常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比较常在料理，因为现在光是用目测嘛，用眼睛看嘛。那你们这边是你吗？你们以为我们会派我们的小胡天来吗？那你就错了，真正有在喝的是张艾雅。你要有点心虚啊！喝什么？你是喝红酒，又不红酒。因为红酒跟红酒醋的判定的方式，我觉得差不多。然后加上我有考过那个红酒的证照，所以我想。你有红酒证照？对，第一级代币的，不老的了。你已经有那个葡萄标签了，是酒支的徽章，我有。哇！那队长过来。哦，来，代表。那刚刚是你们赢，刚我们赢。你们现在是？哎，待会由他来决定，不能讨论。不能讨论。可以自己讲。哎，那这个都蛮，这个比较怎么样？那个比较怎么样？好，答案了。哦，有，我也有答案了。哦，很好选吗？非常好选。啊，哎，谢谢。有这么明显就可以试出来，价差好多哦，20跟4980对20。张艾雅现在在担心，因为跟红酒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先选。我个人因为认定一个好的红酒醋要口感浓醇，香气醇厚，所以我选它一号，焦糖色素哎，那个一号。好，张艾雅，请选择。我应该是只能选这个，可是其实我觉得。不会这么简单，对啊，因为通常红酒，我以红酒的概念，红酒一开始如果还初酿的时候的那个葡萄酸度会有的是偏酸的，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带的比较多的甜味，是不是不见得是选这个焦糖色素啦？焦糖色素，所以你认定的是，我选的是二号。醋就是一定要酸吗？哎，真的有可能。好来，红酒醋需要那么酸吗？正确的就是来了，一号。来，进行我们的下一题。好，
刚才我们的红酒醋啊，恭喜你们。接下来大家一开始就看到那只火鸡，对啊，它的下体。哈哈，他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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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塞了一个苹果，然后里面还很多蔬菜，对，蔬菜，对，好香。好，那当然这个苹果很重要啊，苹果当然任何蔬果都有优跟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当然分辨一下，苹果，这好难哦，这看起来，好，都差不多。苹果有来自很多的产地，但是我们今天讲分别有两种，一个就一般的。一个就青森苹果，哇，啊，青森苹果被称为呢日本第一的苹果王国，对啊，它的水分充足，然后呢甜而不腻又多汁，那最重要呢，它不套袋啊，接受。你的意思是说它种植的时候不用套一个袋子保护的？哎，对对对，不用防，不用套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套袋，那待会两种都吃看看啊，到底呢哪一个是？就我们讲的青森苹果，一个是青森的，一个是偷森的。所以派代表是不是？派谁？不是你们都我们都要先聊一聊，我们都可以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试试啊，你们吃，你们先吃。代表是谁？代表是谁？代表是谁？苹果我真的不熟。很爱，你应该吃很多好东西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吃很多好东西。他有吃很多好东西，他那么节俭的人，对，快脱了。以前我都买五颗，一颗5块的那种。天哪！日本都舍不得买青森，我跟你讲。好好吃哎！哎呦，以前那个苹果是很贵的，好不容易。他只在东森买一点的。青森他没有吃。青森我觉得很难的这一题。真的很甜。对，要把外皮也切，切出来，因为你就看不。重点难是因为台湾的苹果其实也非常好吃。对，因为其实台湾蜜苹果，台湾基本上就是水果王国。没错。但这个很香，好难哦，这个不好拆。好，吃完了啊，两个水分都来。你们这边来。我还没吃这个。我们先吃这里，我们先吃这里。好，我们这边是季晴，我是你们啊。对，这有好脆哦，这个他们那个。两个水都很多哎，好香哦。哎，怎么办？香，然后脆，然后苹果最好吃的是什么？甜中。你讲。他们不能讲哦。你们不能啊，不然烂。不可以互相那个，你们只能讲自己的口感。我们两边拿着这样吃，你才可以吃到差别。这边一口吃，你看两个这样啊，这两个都很甜。好了，不能讨论了啊，来。你觉得一号还是二号是青森的苹果？这很难呢，因为这两个哦，切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时刻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颜色还是这么的透亮，这个已经开始有点氧化，它颜色比较深了。有这么一说吗？对，青森有关系，有跟青森有关系吗？有关，因为它不套袋，很容易接受到氧气啊。嗯哼，就比较容易氧化啊。嗯哼，你不要乱误导。而且它要泡盐水后那个。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。二号，来，你们这边，妹妹，我只能选一啦。可是不过，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难判断，因为其实一号吃起来酸、甜、香、脆，它都有这个口感。对。但是二号我在吃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香多了一点点层次的感觉，有一点比较清香的感觉。其实已经选定了嘛，已经选定了，我脑袋也是想，也是二号是吧？因为一号其实很有台湾苹果的感觉，对，颜色也好像，就台湾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二号，我觉得一号是美国苹果，我也觉得是，你觉得是美国苹果？我觉得是美国苹果，嗯，好，所以呢，正确的答案就是恭喜二号，厉害。1-1，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两个真的都好好吃，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所以这个还蛮用心的哈，让大家混淆，好感觉。来，马上我们的下一题，决战者啊，真的，这个今天都跟我们的这个啊复活节有关系，啊，不是感恩节有关系，感恩节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有那个醋。苹果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样，杯子，杯子，各位，红酒杯，严禁各位不准碰杯子，这是奥地利高级的红酒杯，1300块钱以上。这小姐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它全世界第一套依据红酒的品种、等级，还有呢酒性、酒区不同特性量身打造的红水晶酒杯，啊，独特的这个杯型设计，啊。以缓和这个葡萄酒中的酸度，散发出均衡丰厚的迷人果香。哇，很适合来喝白酒，夏朝内的白酒。是吗？哇，
哇，没有酒混的跟真的一样，不要碰啊！没有碰，没有碰，不能碰，来这边，派代表。宇文文是你是对，你们这边派代表，当然就是瑶瑶咯，因为他在餐厅厨房洗过的杯子比喝过的红酒多。对，是白场，我以前是外场我还当过内场。来来来，是我先选吗？还是他先选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因为像一比一，剪刀石头布。Nice，Nice， 先交给命运，先选掉，先选掉。我可以过去看那个吗？不能。你就看过了吧？我没有看过，没看过。我要，因为他们有教我技巧，你干嘛这样弄我了？因为你看过，刚才你都看过了，现在现在叫选择，请选择二号。二号为什么？哦，因为，因为他告诉你，他没有告诉我，没有讲，我从来没有讲，他根本不讲，他安静。但是我的想法是，玻璃的制作应该是越什么薄越难做。然后我刚刚，因为我现在是比较少喝酒，因为我小孩很小，但是我刚刚看这个杯口好像这个比这个薄，对，好，我只有这样想。你选二号，对，那你只能选一号了。但我本来也觉得就是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知道，就奥地利他们要求这么贵的东西，就是要做得很优雅，你知道小而巧，对不对？小小的多优雅，什么叫小而巧？这什么说法？就比较精致，不会，因为那个杯看起来比较大辣辣的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是，这是几号？一号，一加一，二号，对，是二号，对，也可能是一号，对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认真啊，还是十一号，一号。哦，声音其实最准，对，声音比较准，听声音就很准，声音对。然后这个再听听看，哦，差好多，水晶就是不一样，恭喜了，好，耶，谢谢，可以享用我们的火星大餐，耶，好开心，哎，这样好像在聚餐呢，对啊，感觉很好。大哥一起做嘛，而且他们一身红真的很有过那种过哎过过节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香格里拉饭店的，你看，特别在感恩节推出的活动，对，请享用，这边有很多的可以佐料，前面的配料，我觉得它前面配菜也很好吃的感觉，对，而且它那个苹果还切开来，那苹果应该也吸满了肉汁，对对对，然后苹果的汁也跑到的鸡肉里面，好香啊！肯定不加点料，香香。他刚讲苹果，我就要吃苹果，那个苹果好入味，里面都是鸡油，像你像那种鸡油拌饭弄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哦，但是又是清爽的，哎，对，那水果每样都要加是吧？对。啊，哪个栗子？栗子，秋天的栗子一定要吃。哎，你这样就全和在一起了。还有高丽菜，腌成高丽菜，那个高丽菜什么？哎，你想想看哦，你要感恩节，家里面订个一只哦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全家聚在一起，多快乐，多开心。奶哥，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心情有多差。除了这只火鸡套餐我们没吃到，我们今天最强兵团输给梁鹤群。真的？血肉，血肉，丢脸，切腹！我们这一群是过关机器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败他们了。可以请你们离我们远一点。梁先生，请问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你有什么贡献？你有付出什么？哎哎哎，你也输。哎，弄气球我排名第二。哪有？你排名第二，你十秒十秒多哎。啊，气球，气球啊，气球，你才两秒哎，三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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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们两个一秒，他们吃，你们都不骂他们两个，哇哇，这个，反正哇，反正这是属于我们的大餐嘛，我当然就是直接，哦 ，My God， 哇，好过分。你刚好咬在他十字韧带的地方，好好吃哦，他那个吃那个火鸡好香哦。你知道演艺圈有伦理吗？真的毫无伦理可言。我们来跟大家宣布一下今天的总成绩啊，这个小梁他们这队是两分啊，鞋子他们是一分，输给一个红酒杯了，不行，还可以参加好礼的加码送啊，好礼加码送，哇，很漂亮，但是不容易啊，哈。漂亮，喜欢吗？喜欢。
什么？不见得带得回去。哎呦，跟大家介绍，这是2.1升到蓝牙无线多媒体的喇叭组。哇塞，价10万块钱，这好美哦！有40瓦的放大器的输出功率，最新的蓝牙无线传输技术，触控式的音量声量的控制，还有呢，结合那好声音跟美感十足的科技艺术的产品。真的，放在家里好时尚哦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这个，其实就是那种放在家里，它算是很有品味的。对对啊，对，这当初设计的时候是用水母的。高贵不贵啊？对，贵不贵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还没有插电，也不便宜。插电它是说搞哦，灯光啊，还有灯光的那些的，还有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喇叭也不便宜哦。这里面我看倒杯红酒，有没有切几片火鸡肉？有讲到，有品味哈。好啦，到底能不能带走呢？来，曾子瑜啊，哎呦，破金氏纪录的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金氏纪录得主，怎么样？哎，在节目当中破金氏世界纪录，你们有感觉吗？没有，你们没感觉？没感觉。打我想打的，那就这个，这个，好，哦，看你对他有多好，好想念，没有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哇！玩一次脱袜子，珍珠没了，小梁哥，大奖在哪里？珍珠没有啦，珍珠没了，哇塞，来的，好，恭喜啦！如果选择这个就是，你想打他，应该要选择要先下手是他老婆，真的要从老婆下手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了，谢谢。